财经周刊以专业力、代言力、代代力、曝光力、社交力进行综合考量，评选出演艺圈中前100名最具商业价值明星，杨幂以 86.7 分夺冠，她去年以85分位居第三名。此外前10名基本被流量明星和小鲜肉霸占，二到10名为吴亦凡、迪丽热巴、张艺兴、王俊凯、杨洋、周冬雨、易烊千玺、陈伟霆。鹿晗亚军吴亦凡季军迪丽热巴在今年的表现也极为突出，获得2017年最具商业价值明星榜榜首的鹿晗，今年的排名则狂跌至第10名，差一点就跌出前10。这个成绩让许多网友都非常吃惊，今年的两位新晋小鲜肉朱一龙和蔡徐坤已出现在这个榜单中，朱一龙的排名在第26位，蔡徐坤则排在第20位。在倒数方面，王宝强排名第97，古天乐、吴京、王菲等巨星天后分别排名86、87、89，看来年纪小还是有优势的。在今年的排名中，小鲜肉、年轻的艺人基本占据着较好的名次，不过也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刘德华、周润发、张学友、成龙等资深实力派艺人并未上榜单，因此质疑其的专业性和权威性。附2018最具商业价值明星榜完整名单。